少东家，就是这位。你去吧。哎，方菲，方言哥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，你们家搬走的时候，你才到我这儿啊？那现在呢？变漂亮了吗？当然，大姑娘了。你也一样，跟以前没变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你想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 怎么，你不打算请我坐下吗？啊，快请坐。方元哥，你一直在苏州吗？我啊，当了几年兵，退伍以后就回来继承家业了。那生意忙吗？本来生意还不错，但这一打仗，兵荒马乱的，哪还有人有心思买珠宝啊？你看，都关门几天了。那太好了，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玩了。哼。 也只有你这个千金大小姐，这时候还能笑得出来。只要能见到你，我就开心了嘛。阿七，小姐，这是艺术品拍卖会的邀请函，不许拒绝啊。这些都是艺术品什么的，你是行家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艺术品拍卖会。 你想买什么？我看上了一幅潘玉良的油画，沙发上的裸女，还有几件沙俄皇室的珍品，尤其是那条红珊瑚项链，可是沙俄公主戴过的。要是我足够幸运的话，我就能一次得两件宝贝。不对，是三件宝贝。你才说了两件，第三件是什么？第三件。 就是你啊！我，哼，我也能算宝贝啊。准确的来说，应该算是失而复得。方元哥，这些年我在外面一直都好想你啊，我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。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老爷该着急了。我再待一会儿。您不按时回去的话。 下次出来，老爷就不好说话了。王妃，听话，回去吧。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要不晚上你去我家吃饭吧。今天？不行，我店里还有事情要打理。那好吧，那拍卖会的事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，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。那我走了。 我送送你。他们就说这些了吗？就这些。你觉得方圆是不是有意在接近小姐？看着不太像，像是小姐在故意接近他呢。别太大意了，现在是日本人做主，人人自危啊。 谁知道这个方圆有几张假面具？不能要丝毫马虎。另外再派两个人去查一查他近几年来的底细。我可不能让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就这么走进我的家。徐大夫，这傅芳菲自己找了不挺好一机会吗？咱们还犹豫什么呀？老董随时会被枪毙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强迫邵东家，让他静一静吧。 少东家，我决定了，陪傅芳菲去参加拍卖会。苏州已经沦陷了，不知道方圆现在安不安全。
是连几天他的回信都没有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古多，你过来一下。大小姐。古多，你把信送到珠宝店了吗？大小姐，我去了。见到方圆了吗？没见到。大小姐，珠宝店大门都锁了。你问没问附近的人啊？大小姐，我问了，现在苏州被日本人占了，所有有钱人都到乡下避难去了，我想方老板应该也去了吧。是这样吗？大小姐，方老板虽然有本事，但他也害怕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啊，也没办法呀。这么说，我的信他也没收到。大小姐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大小姐，嗯，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以前把生死看得很轻，如今走过一趟鬼门关才知道活着原来这么好。哎呀，你看这园中的景色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是啊，咱们俩这命可真是天上界捡回来的。是啊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大小姐。要是没有陈老伯，没有他调理的药，咱俩的伤哪能恢复得这么快。是，陈家对咱们那是恩同再造。是啊。哎，嗯，对了，怎么一天没见着大小姐了？今天早上不是还给你打针了吗？是，对对对，你看我这记性都忘了。我看你啊，是一会儿不见如隔三秋啊。我和大小姐的事儿，你小子倒成诗人了啊。少校，其实啊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对大小姐啊是一往情深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就是喜欢大小姐，在我的眼里没有别的女人。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救来救去的，天意啊！我这辈子呀，就认定大小姐了。等我伤好了，我就去跟陈老伯提亲。我要娶她。好啊，军人风格，当机立断啊！哎呀，你小子，走。老爷，王妃啊，回来这么早啊，不是去拍卖会了吗？方渊哥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查一次不够，还要查第二次，什么时候才算完？说什么呢？下去吧。是。我堂堂苏州市长，日理万机的。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呢，小时候翻爸爸公文包的毛病还没改。哼！你别装了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查出什么来了？暂时还没有。您自己心虚，看着谁都像抗日分子。方圆哥可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这都不放心，整天查这个查那个的，有意思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小姑奶奶，爸爸这事儿呢做错了啊，这就完了？那还要怎么样？今晚不是要在家请客吃饭吗？嗯，我想让方圆哥过来，一起热闹热闹，也让你们见见面嘛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今天晚上来的都是军界、政界、商界的要人，又不是茶话会。那好，那我也不参加了，我跟方圆哥单独约会去，这总行了吧？哎呀，坐下。哎呦，爸爸真是服了你了。好吧，让他来吧。嗯，这才是我的好爸爸嘛。
这种场合，我一个做生意的人适合去吗？方圆哥，上次你不是跟我说珠宝店的生意不好吗？我就是故意让你跟这些达官显贵们多认识认识，这样还愁天后没生意做？喂，我就那么随口一说，你这么上心啊？那当然了，你的事儿我可都放在心上呢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是穿纱裙好呢，还是穿和服好啊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我是让你帮我选，又不是让你恭维我。哼，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还是穿洋装比较好看。嗯，就听你的。嗯，正好我干妈送了我几套洋装，一直没机会穿呢。你干妈？对啊，就是梁夫人。哦，梁夫人。嗯，真是久仰大名啊。她也会去吗？那当然了，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。我干妈她可爱珠宝了，一定能成为你的大主顾。哼，记得啊，早点来。好，那到时候见。好，再见，方圆哥。再见。这个梁夫人是谁呀？听起来来头不小。就是正在筹备的维新政府头号汉奸梁鸿志的夫人。这些汉奸真是沆瀣一气，如今豺狼当道，让这些跳梁小丑们都有市场了。今天我要抓住机会，和傅川江好好叙叙旧，看看他能不能从宪兵队把老董给保释出来。今天是汉奸大聚会，我担心你一个局外人突然出现，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尤其是现在日本人到处设岗搜查，如果真的查到点什么的话，你就很难脱身了。这样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还可以随时接应你。没那个必要吧？今天我的身份是傅家以前的老邻居，又是傅家大小姐从小的玩伴，只有我们自己完全认可这个身份，对手才不会起疑心。放心吧，我去准备一下。你是担心方圆吗？不行的话，我陪你去。你不是一直都对他？你保护他，我保护你。哦，不用了，方圆说的对，我们的出现反而会让别人对他起疑心。在你心里，好像方圆永远是对的。胡安，我希望我们之间只讨论任务，对私人的事情，请你不要再提。这衣服可真够华丽的，方圆哥。王妃，方圆哥，你今天好帅啊！穿上白西装以后，更有男人味儿。是吗？嗯。方妃家的宴会，我怎么敢马虎？那我呢？我今天漂亮吗？漂亮，美若天仙。真的？嗯。这可是专门为你穿的。是吗？我带你去见爸爸。好。爸。嗯。爸爸。傅伯伯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方圆。哦，方圆。哎，方飞啊，跟我提起你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都是你小时候淘气的样子。没想到多年不见，气宇轩昂，一表人才了，不错。小时候方圆过于顽劣，现在想起来还面红心愧。直到我接管家里的生意之后，才初通为人持家之道。好，好好做生意，利国、利民、利己。嗯。爸爸，怎么才见面你就摆长辈架子了？王妃，傅伯伯教训的是。方圆，
那就让芳菲带你在院子里走走。好，那我们去转转啊。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带你去我们家转转。我牌不够了，我们快点。干杯。哎呀，今天来的人真多呀。是啊。梁夫人，梁夫人。梁夫人，梁夫人，梁夫人，梁夫人。梁夫人好。梁夫人请。好。哎，菲菲奶奶啊，来来来，快到干妈这里来。干妈，哎呦，真漂亮。干妈，我都想死你了。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方圆哥，这位是我干妈梁夫人。梁夫人好，在下方圆。啊，怪不得呀，你每天把人家挂在嘴边。干妈，讨厌。就是我的干女儿啊，眼光好，挺登对的嘛。啊，梁夫人，方圆呢，是我苏州老家的邻居，就跟亲侄子是一样的。方先生，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兵啊？梁夫人好眼力啊，在下的确曾效命军营，不过早就退役了，后来接管了家里的生意。哦，好像听说你的家族是做珠宝生意的。是，家父传下来一间小店铺，杨子珠宝店。杨子珠宝店啊，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珠宝行啊，那里面卖的都是上等货，精品。今天可真是见到真人了，没想到这么年轻有为。菲菲啊，这可不行的，你得带上干妈过去看看啊。好，梁夫人若能光临小店，在下不胜荣幸。梁夫人，咱们到那边边吃边聊。啊，请。好。芳菲，再给我打死他！别开枪！都别动！我让我打死这个顾汉卿的女儿！别过来！
动，别动啊！方圆哥，都别动！方圆哥，救我！芳菲，别害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别过来！站住！我身后十几把枪对着你们，你们以为跑得掉吗？赶紧把傅小姐给我放了！果然，这里到处都是狗汉奸。我不管你们是谁，只要把人放了，我保证你们可以活着离开这里。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把枪都给我放下！把枪都放下！放下枪！赶紧放下枪啊！把子弹都卸掉，照他的话做。放到一边去。满意了，放人吧。芳菲，快追，快追，追！女儿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啊，女儿。干妈，你没事吧？干妈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都亏方圆哥救了我。哎呀，他不止救了你，他还救了我，救了我们所有人，谢谢啊。是啊，方圆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这条老命也就没了。过誉了。没出大事就好。哎，你这受伤了，这你胳膊怎么伤了？啊，小伤，没关系。哎呀，快去叫管家，快包扎一下，包扎一下。梁夫人，实在对不住啊，你看这事儿弄得戒备不严呢。这，少东家，我听胡安说你受伤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没关系，一点小伤。昨天晚上福公馆来了两个杀手，想刺杀傅传江和梁夫人，我就故意把自己弄伤，好让那两个杀手得以逃脱。那两个杀手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不清楚，不过看身手像是民间人士。有民间人士加入锄奸的行列倒是件好事，可是明天一早报纸上就会刊登出你救下两个大汉奸，这样所有人都会以为你也是汉奸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还需要傅川江去保释劳动，说不定梁夫人还能派上用场。请进。北野顾问，坐坐坐坐坐。副市长，昨晚家里很热闹啊啊！哎呀，北野顾问，您别笑话我了，我这家里啊养了一大堆保镖，全是废物，眼睁睁的看着这刺客跑掉了。听说是一个叫方圆的年轻人救了你，令千金。还有梁夫人，事情是这样的吧？是是是是是，方圆啊，出身富贵，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，自幼呢喜欢耍枪弄棒，还曾同名师访高友，不仅功夫一流，这头脑啊也是一流的。请喝茶。很好，你和梁夫人的先生目前都是帝国重用的政府要员，方圆救了你们，也就是帝国的朋友。我喜欢这种友好的表示。目前，苏州在进行安民，我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苏州树立大东亚共荣圈标兵。哎呀，那我觉得方圆太合适不过了，身家背景，样貌能力。都是一等一的优秀啊。
在苏州城找不到第二个跟他相比的。哦，那么他会同意吗？北野顾问有所不知，方圆呢，跟小女士青梅竹马，感情深着呢。哦，如果是副市长未来的女婿，那我就没什么担心的了。副市长一家都能为帝国尽忠，我相信你的仕途一定会走得更远。傅某愿为帝国大业肝脑涂地。嗯，北野老师，您要举办慈善晚会？嗯，为了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善举，慈善晚会也是安民政策的一部分，所有善款将用于难民的安置和苏州战后的修缮。今后的苏州在帝国统治下会是一个和平和阳光的地方。有北野老师管理苏州，真是苏州人民之幸事。那您需要学生来做什么呢？朱陈两家百年世交，你现在东山区同李陈家一趟，邀请陈氏长辈还有我中意的学生陈如歌一同参加。如歌？没错，陈如歌务必到场。根据你的调查，方圆和陈如歌的关系不一般呐。是。哪种不一般啊？应该是恋人关系。北野顾问有所不知，方圆呢，跟小女士青梅竹马，感情深着呢。如果你跟陈如歌是恋人，那么你就是有计划的故意接近傅芳菲，你的身份可就不止珠宝商那么简单，一切就在晚会上见分晓吧。大小姐，留步。何掌柜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大小姐，家里谁伤着了？劳您大驾来取药。哦，是我爸又把祖传的方子找出来了，让我过来配一些药，说不定以后就能用上。大小姐原来是不信任我，您买的药就当在下劳君了。这怎么能行呢？如果我收你钱，我是在做生意；如果我不收你的钱，我是为中国人尽了一份力，好吧？既然何掌柜如此深明大义，那如歌就只有鞠躬致谢了。客气了，大小姐，我先回去了。朱家二少爷吗？二少爷，您好啊！什么二少爷？这是朱局长，苏州警察局朱大局长。啊，朱局长，朱局长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陈家的股多呀！滚！再嚷嚷就把你抓回去。少校，少校，不好了，朱立文来了，还带了一大批警察，估计是鬼子进城了。这个汉奸就招摇过市了。白副官，跟我走。好。不行，他们人太多，你们不能硬拼。白副官，如果他们发现咱们，不要管我，保护好大小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等一下，我带你们到另一个地方躲一躲。走，走。吉吉，在外边候着，先不可打扰陈家。朱局长，请。许久未来啊，变化不大。文哥哥，文哥哥，文哥哥，您真是越来越帅了呀！婉儿，别乱叫，这是朱局长。
苏州警察局的朱局长，苏婉儿。人越长越漂亮，还是那么会说话。文哥哥，您真是一步登天呐！我早看出来了，您不同凡响，这马屁拍得也太响了。婉儿，你要点脸吧。老爷，这是朱二少爷，朱局长。下去吧。如意妹妹，姑妈，眉清目秀，口齿还是那么伶俐。伯父、伯母，丽文刚刚回国，最近公事繁忙，就没来看望二位，二位见谅。丽文，你怎么这身穿戴呀？哦，小侄不才，承蒙北野顾问的厚恩，现在出任咱们苏州市的警察局局长。哎呦，这太好了！自从日本人打进来啊，这世道就没有太平过。我总是发愁啊，万一遇到什么麻烦，靠谁来帮呢？妈，好说，只要丽文在，我能保你们陈家高枕无忧。就是皇军那边也会给我三分薄面的。文哥哥，您真了不起，刚回国就平步青云、位高权重的，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嘛。给小鬼子效力算什么英雄？最多就算个汉奸。如玉，如玉妹妹。全苏州城就你说我是汉奸，文哥哥不生气啊？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文哥哥到底是做大事的，大人大量嘛。姑父，姑父，您看，文哥哥一个人都站了那么久了，您让他坐一会儿嘛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朱大局长，你工作繁忙，怎么有空到寒舍来啊？伯父，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可就折煞小侄了。哼！自从我哥哥不明不白的被人杀了以后，留下风华正茂的大小姐丽文心痛，为此，小侄有一不情之请。何事？我情愿代替兄长迎娶如歌，万望伯父您成全。哼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这样成何体统？家父一向主张咱们朱陈两家好上加好，他万万不会反对的。你大错特错了，令尊乃饱学鸿儒，深知礼节，他不会允许自己的长媳与次子婚配的。哎呀，伯父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怎么还受这些陈腐观念的束缚？您应该也是个开明的人，要不然不会送如歌出国留学。可是现在怎么能抱守残缺，耽误女儿的大好年华呀？纵然小女在家，也不是你。我劝你，还是死了这份心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堂堂的大局长，我们陈家不敢高攀。陈老伯，咱们都是明白人，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话里什么意思？我心里边跟明镜似的。我要看看，现在都已经变天了。如果你还不审时度势，大祸临头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。哼，长出息了你，竟敢在老夫面前威严恫吓。大丈夫，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。哼，不要说是你，就是日本人来了也吓不到老夫。老爷，哼，明白告诉你吧。我陈自武宁死，也不会让女儿嫁给卖国贼、狗强盗。够了！我可是一忍再忍了。文哥哥，您别生气嘛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集齐。是。闻着什么味了吗？
这应该是一剂中药的味道。里边有三七，有蒲黄，这些都有止血化瘀的功效。难不成陈家有人受伤了？或者是有个伤兵？金奇，有，把陈家上上下下给我仔细搜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伤员逃进，一定要确保陈家的安全。是。朱立文，我就知道你这次来没安好心，我告诉你，陈家没那么好欺负。如意妹妹，我这是在执行公务，如果你一味的再次阻拦，我就不会怜香惜玉。他要举办一场慈善舞会，让你伯父伯母一同参加。你这样要引火烧身的，我们陈家要遭大难的。方少爷的养子珠宝店重新开张了，他没告诉你？他正在跟一个重要的客户谈话呢，现在有点不太方便。你赶紧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吧。帮我查一个叫赵之修的人，看看他到底什么来历。为了我父母的安全，这场慈善宴会我是一定会去。请允许我富川江代表日本皇军感谢大家的到来。方圆，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等着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那天你披着大雨，我多么想让你来我怀中躲避。纪念光景，看尽那残垣断壁，梦里花开，那是你种的春季。双响啼，长吟单曲，流泪刻骨铭心。我们并肩而去，哦，并肩而去，把你的手握在掌心。